上次那小伙又来约我了啊，他是人真的挺好的，老实，对吧？又不抽烟，又不喝酒，挺适合过日子的。但是吧，就是没车、没房、没钱，啊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哎呀，但是没有这些，我感觉我过去会挺苦的。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到底要不要在一起呀？怎么样，美女，走啊，去街上玩了。去街上玩。对呀，走嘛。去街上玩要花钱，花钱我可以给你花的，我工资还是够你花的。你不要天天来找我嘛。哎呀，你那就不要太物质了，行吧？你就不要总是想着车房、存款这些嘛，是吧？我，你看我觉得我俩呢也挺搭配的。真的，你工资不要想着老拿去。让我跟你一起去逛街，存起来，盖房子那啥的，买车。以后也是会存到的嘛，以后也会买到车的嘛，也会可以买去盖到了房子的，是吧？那你现要在。存起来啊，天天来找我，带我去逛街，那怎么存得了钱嘛？就我爱你，我很喜欢你啊，是吧？我也老大不小了，到结婚论嫁的年纪了。我觉得你挺漂亮的，也挺适合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想珍惜珍惜你嘛。那你就赶紧努力，买车买房啊！走吧，跟我去城里玩吧，你不带用你上去看班电了，影。哎呀，电影家里面那个电视都可以看，手机上面也可以看电影的，不要浪费那钱了嘛。那你到底觉得我哪里不好嘛？你，是吧？什么地方都好，就是没车没房没钱不好。什么地方都好，那不就是别人找老公，不就是找这种人的吗？可是，是吧？人家本来都有车有房，然后人又好啊。走了，去不去啊？我不去了吧，给你省钱。我带你去城里玩。玩到天黑，我就把你送回来嘛，我又是吧？你想跟我在一起，你就赶紧存钱啊，买车啥的。我会买得起的，这车也不贵啊，是吧？我存几个月工资就可以买啦。你看，像这种面包车也很便宜，是吧？就一2万块钱，二手的，二手多得的，很便宜的，是吧？我存2、3个月、3、4个月就可以买得了这种车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天天来找我嘛，这样子村里面的人也会说闲话的。哎呀，狗来了，妈呀，我好害怕狗啊！不怕呀，哎呀，不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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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。